接下来我们来抽一下美好世界的三大奖，那这一次的几率 up， 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几率哦。那大奖分别来到了10%、10%跟2.5%，所以我们来抽十抽，意识一下，帮大家测一下几率，到底我们会抽到几张大奖吧。那这一次好像是最后一次大奖加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要抽的话，趁现在，会不会抽大奖？官方会不会做人就看这一次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没有。那我好像都有了吧？我每一张都有五张了吧？所以我不期不待，抽十张就帮大家测试一下几率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二抽。炼狱可以用延迟龙科来够更新那一关吗？可以的哦。可是你的龙科要王冠第二关再开，第一关开的话会没有用。第二抽也没有大奖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影片在这边告一段落了。没有，看一下会不会挑战说十抽都没有大奖，会不会这个挑战会不会成功呢？拜托官方打我脸。哦，你看，是不是有时候就是 flag 要立起来，你就会抽到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三抽以内有大奖，1%。谢谢官方，好猛哦！果然还是有放大奖在里面的嘛。好，哦，好会哦！这大奖几率50%吧，抽了4张中2张大奖，智障女神跟着来了。那第三次第五抽会不会来第三个大奖呢？抖 M 差你了，一家团圆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大奖连三发有没有可能呢？真低赛。哇，还真的，我觉得今天抽卡影片在那边告一段落好了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要画在完美的句点上，我觉得这一次就完美句点了。我们五抽三大奖抽齐，人生还渴望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已经没有悬念了，好不好？这抽卡机，你看这五抽我就三大奖，还没有重复，哇，这是铁汁吧？这以那个大老二来讲，我就是抽到铁汁了，好不好？